再来看一下这个阳台花园上面前阵子种的花，管苗管的怎么样了？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帆风顺，大家看到没？叶子绿油油的，非常的有精神，所以这个花苗还是很成功的。好在我们这里最近一直天气都比较凉爽，这是很利于它花苗的。再来看一下这一颗一叶兰，是不是也精神了不少？不错哦。再来看一下这个最早种的红掌，大家看这一盆红掌的话，可能现在已经算是花苗成功了，这个状态很好哦。大家看到没？叶子绿的发亮。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盆铁线蕨，管的也不错吧，很精神哦。所以我最喜欢在这个下雨天给花上盆了，因为下雨天的话湿度高，是很利于这个花花苗的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盆倒挂金钟，大家看它掉下来的花蕾已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喽，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绽放了。